我们这儿有个人戴相头，跟你们周旅长约好了。正门不走，走什么后门？啊，对呀，本少爷就好走后门，怎么着不让进啊？进去吧，进去不就别想出来了啊！一会儿门就关了。关你的棺材好。 是被人看着的，等戴阳涛把那些士兵引开之后，咱们再行动。咱们现在先翻墙进去。好，好。戴公子果然守时啊。坐。 跟你那个人比起来，图纸会很重要吗？您说的对。来来来来来，您看看。聪明。哎，就指着混呢。哦，对。 说德国人做事严谨，这个图上怎么连制作工艺说明都没有？是真的，说，图纸是不是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让我擦屁股！哎，开！大锁，你想一想，我跟你们俩人谈判，我拿张假图纸来，我又在这待着，我不想活了。你真的假的？你自己看吧。 完了完了，看来少爷这招不管用啊！ 假图纸来骗我！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！现在呢？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来，开枪！来，你们看，来，看，来！少爷，我现在走火了！来，开枪！戴公子是聪明人，是吧？我死了你也活不了。没错，周旅长。<笑> 但是有件事您可不知道，我来这就是为店里活着出去。有句老话，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反正我是贱命一条，您是堂堂少将啊，谁死谁活，您自己掂量。你今天这招，我确实没有料到。
没想到堂堂公子哥挺有勇气啊！没办法，主公不成，勇气都是被逼的。要不咱哥俩商量商量，让你这帮人退出去呗。要不然我头一次拿这个，我业绩这一损失，咣，不太好是吧？对对，退出去。留神，枪都别走火啊，慢慢的。不是，我害怕。 麻烦你了，小旅长。那咱哥俩走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往后退。你小心啊！哎哎，你小心，你别走太快，头一次呢。别乱来啊，铁头！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快走，快走，上这边。哼！搞出那么大动静，你们朱德可是有作用。要不我们上去救人吧？别去，这里面关的可是重犯。 共产党这么卖命，我没为共产党卖命啊，我为我自己个儿卖命。你自己在广州好好的吃香的喝辣的，跑这造什么罪？这事儿你怨你的。我们招你惹你了，你抢了我的女人，你真女人啊！行，但凡把你抓了，你被包围了，那可不算给我放呀。让开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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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你们先走，走走走。 别动，把手电筒放下！你别给我动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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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！